姐姐也不高兴见你。你对吗？
换掉才有，还责备我不思进取，无量功名，叫我同生为家。好，那我就去准备准备，大殿就早点场子。回来，谁说我要为家？老爷的话不哭不听啊！功名为君，心要为人，言在外不是为家的事。嘿，公子，你家子。老爷正在等定着，这位不可贪恋俊色，荒废月夜。多年来，受得万两银子都快用完了。老爷如果知道真情，万不帮我们娃娃。当时，公子烟花几元，我是绝对不听。我万子回家去吧。哎，你懂得什么？我承认我得雅兴。是我平生之言，银子用完了。哎，你叫我接些钱来嘛？啊啊！公子，还不快去？你。不能这样，父亲啊！
还有银子，银子，银子，你要的就是银子。你放心，等陈公子来了，一定会有银子接你的。哎呀，杨仙子压根这种你的心呐、啊！陈公子已不比从前了，事情他连吃饭的银子都没有，还会来当差人？那，哎呀，杨仙，杨仙，哎呀！妈妈，三公子，妈妈，银子哪来啦？妈妈。今日来得匆忙，未曾带着银子，我明日不要讲笑话来，陈公子，听来信讲，你带来的一万两银子已经用完了，哪会有什么银子啊？妈妈，今天我把这些帖子接了，家仙就要当当当当上香草接客去了。妈妈，家仙他不能去呀，为啥不能去呀、啊？他是我的。三公子啊，你有钱，雅仙是你的；你没有钱，他就不是你的了。妈妈，雅仙他是不委屈的，你把帖子推回去吧。三公子啊，我是王成人，上上下下，里里外外，时时刻刻，进进出出，哪一次不要花钱呐、啊？这哪有银子进账？你叫我们怎么过日子啊？这钱吗？哪来？哪来呀、啊？哎呀！妈妈，此前只要求瞎子千金，你先拿去顶当了吧。他俩之前只要求十斤的，有这一那匹五花马了。妈妈，那位公子对雅仙一片心意，今天我就不叫他出门陪客去了啊。天妈妈，雅仙，雅仙、啊、公子，姐姐是为着你。雅仙她病了，姐姐是感到身体不适，心气不振。快去请郎中先生。哎呀，张公子啊，心气不振，只要喝了麻仁汤，暖暖就好了。麻仁汤。我的五花马拴着要走，把他杀了。公子，五花马身价高，是你的重金不能杀呀。哎哎，只要能值得雅仙之命，一匹五花马又算得了什么？妈妈，拉出去杀了。好，好，我马上派人去杀。妈妈，弟弟，雅仙。小妞，你快叫妈妈不要杀马，把这些银子给他。哎，雅仙，怎了？你为什么要杀五花马？你身上的这条巨呢？叫妈妈爹俩。怎了？雅仙，雅仙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呀，陈浪。雅仙，you
来信，来信，
面子见到没有？你见到没有？那你还不快想想办法，发什么呆呀？见不到面子，妈妈又要催他，怎么办啊？公子，回家去吧。不，我又无了靠近，事情又是两色苦苦，老夫一定不会原谅我的。派来人讨得公，才回家劝说老夫引去雅兴。你要去阴化女子，后子他们爱的都是奸啊！不，雅兴不是这种人。你靠近不了，反了名字，换了，这条去点了，五花马散了。他妈妈万事翠的名字，哪有什么见你？公子，离开他，离开这个地方吧。不，我不能没有雅兴。你也不去见。我自己去向怕嫂公子，人家都是女子，一个老当子，谁以为姐姐一你，谁把我卖了？
姚客钱都花完了，这一家把他滚出门去嘛。哎，雅仙对他情深意重，你看他钱都用完了，反要他知道王夫人怎样他，怎的怒气不起来了。哦，你不知道他母亲又是派生，我是屡遇屡不得，管遇管不成。佳怡呀，你是我们姐妹中的女子个，你倒用他的旨意。这件事嘛，色难也难。佳怡，色不难，倒也不难。你快色。好，你就快我的。Oh,
我们老爷仅仅说着老夫人陪同进来，不想得病身亡。你到林间可怜唱曲，唱得好，老爷与伤。是是是是。不知是什么老爷夫人。Oh!
你是否真？孩儿冤枉，八千的冤枉，你太气对了。孩儿不管得的，你太气对了。
娘啊，娘儿也明白，留着你的性命做什么？娘儿出去寻回亚仙，侍奉爹爹，终老千年。嘿，你死也放不了那个侄女。怎么了，阿姑？是。
奴不要慌，不要慌，让我来跑跑你去。好像还有一口气，跟哪个弄弄呢？阿弟啊，送我送到西天，举人举在眼前，我们把他带回去，说不定啊还有救你。对，上天当救人一命，胜造七级恶毒。哎呀，哥哥，要是救我了，那还样样意呀、啊？哎呀，就是做上师傅，拿七杀，一七杀，掏得中啊，吃得多。好的，少嘛，大家莫逃避。哎呀，小生兄弟啊，要是救得我嘛，是侬的运气。要是救不我，俺兄弟两个人也进了泥去了啊！来，我把队，侬在家。好，来，快。
找到陈老弟。陈公子找不到了，你是什么？小妞，小妞，陈公子已经……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小妞，自从你随便走了之后，陈公子来了京都，成了花子孤郎。正好被上清水峰的长嘴太守陈老爷碰见，一怒之下就将亲生儿子我们打死，好似忘家了。
成兄弟啊，快把竹棍敲起来。嗯，不敲，不敲要我躲避的。哎，快点来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快点来敲。我刚才叫你姑爹啊，再来一遍。Yeah.
哦，更甜了。
再去读一回吧。哎，娘子，陈郎，你可知读书要有三到？读书之人，岂能不知？哪三到呢？言道、口道、心道。那你的眼睛看到哪里去了？娘子，虽是我啊不肯用功读书，这都怪你那一双水灵灵的巧眼哟。那么一票就把我叔叔母亲的事全都票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哦，是我差你分心了。哎，是啊。哎呀，那我还是先回房去吧。哎，不，陈浪，哎呀，陈浪，陈浪。有娘子陪着，我才会发奋勇功呢。陈郎，那你就用功读书。好好好，我读嘛。子曰：有儿子学子。
去鞠躬礼，为父一生好言志。
臣啊，这次春花灿烂之时，新闻公子传公之会亲帮弟弟，公子不为压心之所望，真不令人喜泪之余。压心，一个被人轻轻的轻了一字，没有无人之地，没有金石城池门庭啊，孟公子不计其责，投机我们压心命官公子之圣情，可是为了公子亲政，压心不能不真、公子落魄之时，压心杀寇同志，公子富贵之时，压心难忘功臣，臣让历经磨难，压心方知人患反复，心无万分，自受偏见，泰山压顶，铜钉刺痛，扪心自问，爱我所爱之人，我非之欲，不能爱我所爱之人，我心之神，为防兵生不测，只能一心找尽王公之灵，今生你既老板也压心，也做你非压住不，雅心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看见一位香艳的女子，可曾看见我娘子雅仙？雅仙，雅仙。Oh。